今次同大家介绍位于西伦敦松菲201个超罕有嘅 Freehold House， 邻近于伊利沙伯线嘅优质项目。呢个项目叫做 23 West， 顾名思义系由23套联排别墅组成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喺伦敦要揾到全新嘅 house 真系一啲都唔容易。项目位置非常优越，行两分钟就会到皇室御用嘅超市 Rachel's， 货品种类应有尽有，门口就已经会卖一啲小盆栽俾大家喺室内都增添绿化感。每日新鲜嘅蔬菜水果亦都应有尽有，当然啦，熟食、生活用品、日用品更加不在话下。项目行五分钟直达伊利沙伯线 West Ealing Station。呢条线路今年五月已经正式开通，一站直达三线汇聚嘅 Ealing Broadway， 三站去到松温嘅 Paddington， 只需要12分钟，唔使半个钟直达金丝雀码头。至于教育资源方面都非常充足，项目门前就是一间 St. John Primary School， 附近亦多达80间 Outstanding 及 Good 嘅学校，揸车都是只需要10分钟车程。再看看周边环境的配套，有一些英式怀旧的酒馆，有一些装修都非常精致的花店，还有 salon、 诊所、 pharmacy、 cafe， 还有一间都非常平民的意大利餐厅，在这里基本上要解决生活日常的铺头都有齐。对面就是 23 West 的售楼处，从模型看到项目隔离就是发展商对上一期的 apartment 项目，箭嘴指住的正正就是 23 West 的所在地，收楼日期是2023年第三季，到时候就会坐落在 Felix Wall 上面。项目由我们 Hamptons 进行独家发售，市场反应都非常炽热，而项目对面的物业一看就知道对面是相当有质素和有品味的邻居，的而且确住在伊宁的有 70% 都是白领和专业人士，整体居民的质素都非常之高，所以不论在教育资源或治安方面都是非常之优质。户型方面有三房和四房，厨房分别有开放式厨房和香港人都非常喜欢的紧厨，坐向就是坐北向南，北有前庭，南有后院。客厅方面使用纤维木地板及地暖，还配有西门子的家电。如果你都想住在这么优质的项目里面，那就从速联络我们了。